尤其是在新加坡，我是第一次做户外的。之前做过Indoor Stadium。对，你2010年来是在 Indoor Stadium。还有在之前一次有做过另外一个 Exhibition。有吗？在 Expo 吗？还是 Expo？ 对 Expo， yeah yeah Expo。所以都是 Indoor 的啊。This time 这一次是户外的，好像。我希望最希望就是不要下雨，大家都希望都不要下雨。我的印象中，新加坡好像很少，很就是每一次来都是阳光普照，所以对，昨天来到有点小下雨，然后今天早上大家都帮你祈祷一下，对，明天是 OK 的，对，希望吧。所以你做 duo 演唱会也无所谓，因为我试过，对不起，差一点没关系。有一次比如说其实我这两年去过很多站都有下雨的，但也不管。最重要是大家有心理的准备，对啊，对啊，就有下雨，啊、可能有些时候更激发到自己的一些会更亢奋，对对对，亢奋的情绪。其实我比观众还是更。兴奋吗？更兴奋，因为我看到海，我观众后面就是海。对，你看到那个整个新加坡的那个景色，对，我觉得我的 POV 那个 point of view 啊，好像比观众更好。他们能看得到你才是最好的、啊。没有，他们可以回头吧。回头，对对对对对。啊，太阳出来了。活着多好，不需要靠物证，也不以高薪高。毕竟新歌一定有，新的衣服也会跟两年前不一样，发型也有一点改变吧。当然我觉得有些人觉得我的发型可能差不多，都是卷卷疯疯的。然后其实我想可能有一些没有改变的，就是两年前跟现在的身材差不多。有一个特别的是这个在我的心态是有一点不一样，因为毕竟要连续做两场，因为毕竟之前每一站都几乎都是一场，或者是可以重做，也是经过几场之后要在比如说台北就做了一个站，然后又回去要再做 part two 这样子。这个算是 part two， 但是毕竟两场一起，可能第一场在心态上会想啊，会不会要保留一下那个嗓子，不要太唱的太，你知道我会太容易太嗨，对。表面对照，连自己亦都分析不了，得到多。